哈，医生，那个脚已经啊，打针已经拔掉了，是？对，我们回来就帮他洗澡，就拔掉。哦，我脚会不会太紧了、啊？太，他现在还是小号嘛，哈、哦。他现在已经是 M M 的吧 ？M 咯，怎么会小号？啊，我不知道。他到月子中心住到一半就已经到 S 了。哦，他的 size 是什么 ？New Brom S。哦 ，New Brom， 哦，这样子啊 ，XL， 对，哦，那 M 是什么时候？已经他那个时候公斤用公斤数去看，那个袋子上面会写，会说你几公斤要哪一种 size，、嗯、那个袋子右边的尿布。他算话蛮快的，医生呢？快，慢讲话，快。只要看能看得懂。医生呢？我们今天问医生一堆问题。然后人家看到他这样白白胖胖的，长这么大就不想回答。就比如说什么这样子是不是消化不好？医生也不懂啦。没有，他看体型，他知道。医生呗，他觉得你家这个长养得这么好。他说你这个养得这么好，对啊。他说变难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消化吸收已经比人家好了，还在担心什么？嗯，行了，好了。OK 吗 ？OK 了，好了。好，全部准备。你袜子可以拿。这是你的袜子，在谁的？那我来叫他，你要不笑、哦？医生，悠悠，很紧张。没有，你在这边，你洗粉边呢？啊，你看拖呢？你旁边偷看，我叫他，你看就像。你可以来帮我吗？医生，我是要看陌生的、啊。嘿嘿嘿，医生，医生，你在跟我笑哎？是我叫他，医生，悠悠。医生，没有，但是他要靠你吹牛啊！他现在在看你，没有专心在听我叫他，要不然怎么可能不笑？他在房间玩的都很高兴。我拿六根手。洋洋，医生，医生，嗯，但是就是不想看你。嘿嘿嘿嘿嘿，医生呢？还在那边随便。我又没好了，看到你都没好了。我是看到你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这种认真呢、欸，你不要这样蹦蹦，他看到会哭的，你看奇怪。应该没有到认真呐、啊。你看，你光有泪水，你看。我觉得是想睡觉的那个泪。不会啦，刚睡半个小时了。啊，热。哦，热。好，全部进房间。全部进房间。我来抱，我来抱，还是你来抱？嗯。来。很容易热，对对对，你要进房间，火腿啊，你是火腿啊，太热就不高兴、啊。你们全部睡这里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他很喜欢你看，医生呢？医生啊，没力了。才刚下来，不会没力的。今天练太多次，没力了。哪有练很多次？那天我逗他还笑，好像。医生呢？做个运动，然后七点就开始。医生一直在看红色这个灯。对呀、啊，他就喜欢看、這個。医生呢？还要看手机。医生。翻跟斗。洋洋。来翻，哎、欸，低头。翻一下，翻一下。医生，他不会翻回去。他也会，但是他不想翻。他这样头抬很高呢。不知道。那个手压到。手压到啊！对对，他自己翻每次都会压到。他没有，他现在不会，每次自己翻都会压到。一定啊，因为他有，因为他左手一定在下面，一定会压到啊。就他没有力气，他不懂。对。拍手，他眼睛会闭起来。不是闭，你太大声，他吓到什么闭起来？是你，你要远一点，太大声了。慢慢他就会习惯了。对啊，没错，太大声，太大声。会哭了。对啊，你不要那么大声。在里面，在里面。
可以吗？这饼干屑。那等一下小心。就让它坐着，万一掉的话是啊，是不是可以扫一扫？好、啊，那在外面，在外面。怕里面有蟑螂。对，那在外面。好，在外面。就是快的。你要在哪里？不，我们就冷气打开啊，反正等一下我也会开。那等一下，好，你先开外面的。等一下，雅婷开外面冷气。反正他朋友过来，他也会开。我这么早来啊？差不多了。砰！他说这边的这一桌是他。哎，然后你摸他的头发很粗，粗生婴儿头发应该是很细的。哎，低头，来，把它放回来。不懂得放心。他很粗哎、欸，你看那个头发很硬，难怪怒发冲冠。怒发冲冠，他头发很粗，就像你啦，都是遗传。又要大便是不是？不要吓我。大便好，这样下一餐就可以。换一下，换身。下一餐，他就可以吃得下了。他不放在一边的，清一些肠胃哈。他都不放在一边，肠胃清一清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是放左边哦，我知道，我是故意在弄另外一边。他这边也可以翻起来，可是他这一边不喜欢，比较没有那么顺。嗯，很不顺，他自己绝对不会翻这边。以后就一定有两边都可以。刚开始啊，四个月他真的是顶标了，因为四个月就会翻身了。我以后不叫。哎呦，那个整只手掌这样子塞在里面，四个月真的是大只啊！那四个应该都还很稚嫩，这样子长得这么好。All set 吗？可以。All set 就准备出去啦。可以了，这样。雅婷要在哪里办？那你这边要不要关掉？你要想一下你的背过了吗？关掉好了。给他休息了，你七七这样一直开着，不要动人家东西啊，不是你家。我关掉了，那你七七休息一下，反正你现在在外面。好，随便。因为你看，你他等他朋友来，关掉给他休息。不要吃手手，不要吃手手，不要吃口水晶，不要吃口水晶，你不要两只一起吃。好。车现在，我把车关掉。给谁抱？啊？要有个人抱是吗？是吗？你抱啊。哦，好，那我抱，没问题。嗯，遵命。因为他们要剥饼干啊。好，我去剥。哎，开始吐啦！哎，他真的吐了啦！哦，靠腰，那你赶快接啊！你擦，我拿。衣服是不是要换？没关系，那我就给他带上去。他吐到整个全面衣服都是哦。我知道，刚刚啊，刚刚啊，刚刚哦，这样，刚刚哦，啊，对。哎，可是三点多吃完了。我一直在阻止，但是我一直在抱他。哎，开始吗？哎，刚刚我教你念了。嗯，你会念吗？不会。这有办法，我们这边就来，你跟着我念，修哇修哒哒。要吧。大汉。修哇修哒哒，火力赶紧叫阿爸。火力赶紧叫阿爸。还有。啊，我就讲。或是可以赶紧叫阿公之类的。哦。啊，我就讲。火力健康喝油漆。哦，好对，哦，可以可以。修哇修哒哒，让你健康好油漆。哎、欸，不要。修哇修哩哩，让你紧叫妈妈。相机有。
我先帮你们拍一张。啊，你把他的手拿到相机里面。娘娘，这个要给你是吧？这个放旁边。啊。Yes, 娘娘。为什么要放旁边呢？那放这里可以吗？娘娘。好吧。这样子。好吧。太小。吃一口吧，好熟。我是饼干。哈哈哈哈哈。吃饼干。来，我给你看这里。哎。好。好。啊，你先。你先啊。收暖收大大，予你大汉多有气。要干嘛？哎，把它自己吃了。你要两只手把它掰开，把饼干掰开。手拿手打打，和你大汉多有气。过一段时间，我后面，你要整个剥掉，然后你要沾一下它的口水。哦，对，啊，开始，忘了这个动作，来，哎呦，这不准就来，不准。人间不准，卫生不好。这是关系。健康哈，多一片，多一片饼干。哎呦，小暖小大大，哦你，紧大汉好运气，赶紧叫阿公阿妈爸爸妈妈。哦，阿公，哦你，下几句，要求很多。收暖收大大，予你赶紧大汉叫阿爸。继续两个。OK， 可以啊。换你。我怎么？我抱给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用。好啊，来，只有办法吗？对啊，只抱。你先好了。对啊。喝点水。然后还有饭。妈妈，换人了。台南再拍也可以啊。你可以拍两个版本。好啊，来吧。收暖收大大。我来，拍啊。好哩。趁钱。等下用人家。趁钱。健康好有气。健康好有气。喝油漆，喝油漆，喝油漆，什么喝油漆？喝油漆，好 ，OK， 他快不行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都你在吃，我都没有吃，把饼干吃掉吧，还有两个，还在说吗？还是，哎，小心，别路，好，别路，看你。然后再给你们吃。好啊。那要不要把它拔下来？对。然后我把它换衣服。啊。结束了。结束。大功告成。所以刚才说不要进到房间里面。会。雅婷特地跑去那个。我再去哪里？台南那个手做饼干那个。面交，人家帮他赶工，我真的亲自帮他一个做出来。对，还留个洞，专门要穿线的哈。没错。对。那个，等下我去换衣服试一下，就换一个洞。我专门那个做不穿的。成功。